去年录取600个，最后是525个，今年784个，我们要他们满哦。之前的全部都不会达标的，为什么呢？第一个啊，我们看第一个是因为他面才经过一个叫心理测试，心理测试如果他在网上考的哦，他一 fail 的话，他就淘汰了，他没有机会去面试，这个就是第一关，第一关一不及格就出了。就没有了，那边可以淘汰一半的人，50-60%就淘汰了。所以我很反对这个心理测试，意思说我这个测试呢，就测试看你适合不适合当老师。可是你都还没有培训我，我都还没有受训，那么你这个考试一出来，你就说我不适合，不公平嘛？你怎样知道我不适合？你根据那考试你就说我不适合，所以我们不赞同这个。哦，那么过后呢，还要去面试，面试又再淘汰，到最后呢，录取的人又不够。哦，这个是一个原因咯，所以我们要争取的就是这个心理测试呢，如果不能够取消的话，你就把它拿来当做整个录取的一部分，比如说占40%、30%，那么面试多少%，那么整个的分数来录取老师，不是说那个第一关就淘汰了，因为很多优秀的，因为这个是电脑来考的啊，电脑来批改的，你不知道谁十个 A 11个 A 的哦，是很多全 A 都被淘汰掉。啊，我们听这个教育部长说要选最好的去当老师，可是你在考试你已经把他淘汰了，11个全 A 的就给你淘汰掉了，哦，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不公平。第二个呢，他们所谓的冷门科，也是我们一直在争取的，就是说你要录取这个跟这个科目啊，体育的、音乐的、美术的，每次录取不到这样多人，哦，那么所以我们的建议就是说，你不要这样子，你一定要美术。主修副修华文，或者华文主修副修体育，每一个科目都要配华文，这样就没有问题。哦，他除了教美术，他可以教华文。他如果他是双的，双个两个主修的，或者一个主修一个副修，那么他可以教别的。他去到每一间学校都没有问题了。啊，如果这样子呢，我们教育部也不会搞出来说算到说华文老师太多，然后一直以来有很多华社说我们华人子弟不想当老师。不，我们已经证明了，不是华人子弟很想当老师，不是不要，要哦。今年4000多个人申请，784个位，4000多个人申请，你说不当老师吗？要，很多人要啊。去年要录取600多个人申请，三千六百多个，都是很多人申请啊。啊，为什么他填不满呢？就是刚才讲的，那考试就淘汰很多了咯。这个是我们华教的这个。也是属于我们华教的伟人啊！以前我们如果说没有这个我们沈老啊，去发起这个成立这个教种啊，我们今天没有华文教育，哦，因为当时是颁报告书，要把所有的语文的学校啊变成一种语文，哦，那么就是华校就没有了，所以他们去发起跟林连义啊老先生发起，然后成立这个教种来反对，结果呢就把这个华教从死亡边缘中挽救回来。这个我们必须要清楚要记得的，所以六刚结束了嘛，他还要等他公布。我们希望他一出来的时候说784个填满，这个是一个挑战。所以我也跟副部长讲，这个也是他的挑战，也是我们的挑战。所以我们讲鼓励那些华人子弟做老师呢，就是我们有这个我要当老师的这个活动嘛，我们跑全国，哦，告诉那些年轻子弟那些读中生啊，那些国中生啊，那些要考 SBM 还没有考的。或者已经考的，告诉他怎么去申请做老师，啊，你要需要什么条件，哦，那么老师什么福利，啊，这样子给他们知道，不然有些人还是停留在以前说老师呢就薪水还是很低，哦，不过现在情况已经不同了，现在经过很多改善，我们老师到最后还可以达到超过10000块的薪水了，很多人不懂了，还有生活津贴、房屋津贴等等，哦，所以我们要去告诉他们，哦，所以现在我们知道教育部在录取。新的老师嘛，现在录取要784个嘛，现在面试已经过了，多个还没有公布，所以我们要呢就是784个一定要达标，哦，可能之前 interview 不过关的面试的再叫回来面试，就是要填满它，哦，然后下次呢我们要更多人去受训，不是700多个，可能要超过1000个，啊，因为到今天啊，到今天我们华校还是少老师，大概是少1000个，还是不够。那现在很多学校还是请临教，而且我们也认为说政府应该拨出一笔钱让学校去请临教，
不是让学校的董家就去负责这个灵柩的费用，哦，因为教育本来都是政府的嘛，所以我们还是在争取，要去请这个灵柩，然后过后呢，让这个灵柩假期中呢接受假期实训，那么一面教书一面受训，那么才能够短期里面解决师资的短缺问题。就我们说今天呢，我每次在讲啊，不管什么华教课题啊，一些什么政策政府不公平的，我们都要去争取，哦，争取，所以争取的方式很多，未必跟以前一样啦，要示威啦，要静坐啊等等哦。可是呢，你连这个什么精神呢，就一样，以前到现在都是保持一样，哦，我们没有改变，我们的教总是与生俱来的使命，就是要捍卫华小，到今天我们这个精神还是保留，哦。所以我们也有我们的后代，尤其是我们年轻人啊，我们的家长啊，都要去了解这个华教故事啊，这个华教怎么样演变到今天。我们华教今天你看到很多教室啊都是很堂皇哦，不是这样轻而易举得到的哦，不是理所当然的，是要经过我们先贤这几代一直在努力哦，甚至你们也听过我们的李勉义先生呢，也经被掠夺公民权啊，被取消这个教师准证啊，我们沈慕仪呢就经过监狱啦等等哦，啊，所以我们华教真的是不容易，一直到今天呢，华教公平吗？还是不公平？所以我们沈老那句话到今天还是有用，40多年前他讲过这句话啊，华教尚未平等，啊，我们还需要努力，所以我们讲很悲观了，到今天还要用这句话，40多年了啊，然后我整天就是说，这个华教的发展在马来西亚呢，就好像是风雨过后还是风雨。哦，不是风雨过后看到彩虹哦，还是风雨。可是彩虹会来吗？我们认为会，要等一天它一定会出现。所以我们教总在搞这个华教，我们也没有悲观，我们还是很乐观。